美食烧点心超商纷纷推出了新口味水果双杏林，分别水蜜桃跟哈密瓜口味。但是有哈密瓜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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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密瓜。我觉得哈密瓜有一种哈味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因为哈密瓜有一种哈味。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。芒果是 number one， 超棒的。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因为哈密瓜有一种哈味。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因为哈密瓜有一种哈味。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芒果是 number one， 超棒的。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因为哈密瓜有一种哈味。哈味，超棒的。